哟，Hello，大家好，哟，我的帽子，大家看到我今天穿的衣服就知道，我今天是要录一个看比赛的，就一个跟朋友一块看球，我叫了几个特别好的朋友，对 ，Hello 啊，哎 ，Hello， 想必大家已经很困了吧？来，大家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哎 ，Hello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那个他的最喜爱的球迷，对，他是最好的好朋友啊，曼城球迷，曼城球迷，还有这位老师。白客老师，我是白客，我是曼联球迷，场迷，曼联球迷，阿森纳球迷。完了，这位是，我想想一下，我这是巴萨的球迷啊，你就嗨，对，你是哪个球迷啊？我不是球迷，我是一球盲，我也不知道今天来干什么。我觉得特别好，有一个球盲陪着看球特别好。今天就是曼联跟马竞的欧冠嘛，第二场主场，挺重要。虽然在场可能都是没什么赢和输啊，都。有没有太大关系？有关系啊，马竞赢多好呢，不是？哎呦！主要看曼联球迷失望，但是那个白客老师就有点难受了。欧冠什么不太明白？俱乐部比赛基本都没怎么看过，但我中间可以插你的话，比如我听不懂，我就问你，你给我解释。那你会一直插我们的话的？你不能一直拦我们？慢慢来。抓阄呢，快请先写个简陋的道具，你把这面给人看看，你显一显。这可太简陋了，来。哎呀，我抽到自己了。哎呦我靠，我也抽到自己了，咱俩换吧。我是鹿，对，我也抽到自己了。重来。又来了，来吧，重新抽。我还是我不没辙了，就按这个真的抽的来了。我又是自己，我是鹿。你说这是命运的安排，那你俩换一下不得了吗？换呀，对啊，他们不好好玩，你们这游戏根本不好玩。对，就按这个真的抽的来了。让那个非球迷先来吧。对，你那个，他这没轻没重的，你那什么？今天是曼联队，你知道对面那队伍是什么吗？不知道哎，全称叫什么？马德里皇家竞技。这俩球队都得骂你，那是皇家马德里，皇家马德里，还有这个是马德里竞技，马德里竞技。啊，你今天球衣穿的是桑乔、那就按桑乔来。桑乔这场有能进球，你刚才说让他怎么样？我没说，你说你没听见？没说。喝一杯成年人的饮料，行，半杯，半杯，喝半杯，也没多少，也确实没多少。进球我来半杯，没进球你来半杯。但艾总。这样吧，咱们来个简单点的。上半场比赛有进球，有进球就行。越位算不算？不是，你说进球被吹，被吹算不算？也算，被吹也算，对吧？被吹也算，就是只要这个球过了门线了，过了门线就算，就得算。怎么着？要怎么样？哎呀，这汤汤水水也挺多的，调一杯奇奇怪怪水，可以吧？可以。白老师的话。上半场如果曼联进球的话，喝豆汁儿。我上半场主要任务就是煮肉，大家都。那该你说艾哥了，来点狠的。但凡今儿晚上有人进球，进球那一刻你就当你进了，你就滑跪，你就从那儿滑那儿。我最难了，怎么开始？滑跪，膝盖滑跪也行，换吗？你可以不一定滑跪啊。进球你可以学好多 ，C 罗的碎，这个挺好，行，可以了。哎呦！说实话，你们这都是稳稳的呀。艾哥，好了，你没了。艾哥，好好的吧。拜拜。我输了，我能看一眼不？可以。我这个，这没办法，我抽的。行，我输了。来，我输了来，喝点。为什么不说话呢都？恭喜高老师淘汰啊！胃疼，不想说话。咱仨不能太谨慎也，太谨慎也不好。你们没意思，你们这没意思。我们仨都很难，你们仨都还行。淘汰俩人以后，你是稳稳的。你们仨看别人都是稳稳的。不，真的是。我甚至觉得郭麒麟这个弄不好啊，他能把持住呢。他把持不住，你看他。我呀，你看放松的时候不就会不是吧？我觉得他有可能会把持住，你是一定把持不住。你看还往这儿领我，我是不是站起来啊？你可以试试呀，我是不是站起来啊？哎，不一定，我老公艺人了，别整这事儿了啊！哎呦，没事，不就那我输了没关系，没事了。你是光脚了，你肯定是没事啊！我还穿着挺好的。算不算？这算吗？算，当然算。你这，又一次，现在可能算，不能着急是吧？不是，大将，
嗨 ，OK 了 OK 了，还行。同时送走两位，对，可以的。看了吧，看看看。恭喜了，看我这个，来吧，赢家，看看，不能说几个字儿，你是最稳的。那大奖什么？让我看一下。现在这么快结束，我觉得你不着急，我有点害怕。你那个奖应该不是什么好事吧？所有输的人需要对着来镜头认真的说自己喜欢的球星，不惜甩开老师喜欢的球星的这个秘密。来吧，我就一句话，我们阿森纳是不可战胜的。很舒服，很舒服。曼联球迷搁最后，这个是最享受的。来来来，你阿森纳好，阿森纳牛，牛扑脱不了。阿森纳牛，你这哄孩子呢都。我说最实际一点的，你今年就阿森纳第四，完了我们。你要不然你就把全程说出来，就是阿森纳第四，行吧？这最实际的。实际时间听起来不是特别的舒服。明年欧冠夺冠，你不是类似这种，就是阿森纳今年稳稳的踩在曼彻斯特联队的头上，类似这种表达，舒服。阿森纳今年稳稳的踩在了曼彻斯特城队的，这不对了。阿森纳今年稳稳的踩在了曼彻斯特联队的脚底板。踩脚是在地铁上的，这是稳稳的踩在了曼彻斯特联队的头上。对，哎呦，再玩一回这游戏吧，我还挺爱玩这个。哎呦，断了 ，C 罗，好球，啊，漂亮，达洛特，哇，哎呦，艾兰加，哎，我们艾兰加也算出来了，使得的劲。哎，换的跟拉票了，这有点像。哎呀，完了！哎呦，这漂亮啊！哇，哎呦，倒的真好！哎，瓦拉内漂亮！哎呀，必备！哦，啊！跳远球！跳远球！哇，真好！其实我现在看曼联比赛，我心态已经很平了。我觉得阿森纳球迷应该特别了解这种心情。他不能就一场论嘛。对，我去年看曼城跟切尔西那场决赛，哎，你说本来稳稳的要赢的，真的，我看完之后六七点，我这气得我睡觉。那第二天早上起来，我这脸上长这么大一大疙瘩，给我气坏了。那是得气。这肯定没有。哎，等会儿，好球！越位，你要喝呀？那你调这个味道还是蛮顶的，很顶。哇！那些故事不再说。来，你就来个 C 罗劲动动啊！哎呦，这一进球一上，你实在受不了。看给 C 罗气的，你看。哎呦，现在要带上。目标呢？就站着，露着。哎呦，这哪说理？哎，这样，那就是如果说曼联赢了，你得靠人，而且靠这一下，三冠王的马竞要进球了。你把你的围巾围到他头上，让他戴着你的围巾。我就精神把进球迷了，现在就对。然后，但是曼联要进球了，你就把这个队服穿上。这好玩。我现在能想象的郭麒麟穿着曼联球衣看看球的样子了。你们也可以看到阿森纳球迷的嘴脸了，贼开心。哎呦，你看曼城的笑容现在已经想灭天空了。完了，干了。又喝着最难喝的东西，又围上自己最不愿意围上的东西，双喜临门。是，我这啥样都难。先歇会儿，下一个进球。中场下一个进球。中场休息一下，咱先摘会儿，摘会儿，把它热。下面场哨一开始，你先带上啊，我先带。无所谓，躺平无所谓。你该做些什么事情？心里没点数。哎呦，哎呦，我哥是不是冷了？我换个衣服就没数了。把这个对标盖着，这个太老了，这个已经。2022赛季欧洲冠军联赛八分之一决赛四回合角逐，
哎呦！哎呦，最后一球没看好。哎，好球！桑乔。哎，估计估计可以这个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感觉今天有戏。为什么我说这都疼过？没有，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你啊！有戏，有戏。我感觉似有似无。哎呀，啊，就是那个饼好吃，是饼好吃。这马竞要再进一个，人家可就不攻了。对，人家就守了，纯防就完犊子了。我感觉现在马竞就一个球也 OK 啊，哎，走没问题。哎，好球！哎呦，桑乔啊！吓死我了！谁不想穿曼联球衣？不是，穿不穿的我还得喝半杯呢。吓死我了！我俩就是都不想控球，都不想把球搁脚底下，谁摸这球赶紧就得往前传。你们曼城肯定是打传控的，是啊，你是看传控看太多了。对，我看这人拿这球就是，他好多都是解围那种踢法，就赶紧走，离我远点儿。对对，啊，争点气。你别让我整场都带着这围巾，我到现在没有脱过。哎呦！哇呦哇呦！神了！神了！这就直接摘手里了，这个是吧？哇！这起身就摘住，离谱！完了！结束的时候我庆祝，庆祝！可以，这得劲，你可以庆祝。但是我也看得很开。好球！哎呀，卡卡尼也是好久没踢了吧？这马竞也累，累。我感觉悬了。哎，没戏了。果然，我这围巾带到了结束。挺好的。后半夜有点冷，是吧？御寒。最后一次机会。应该没戏，不用想，没戏，输了。应该没戏，绝对不能。C 罗小口头语儿一样。全场比赛宣告结束，红魔曼彻斯特联队哦，他被人砸了。赛季的欧洲冠军杯的被兄弟砸了，他赶紧跑，今天画上了句号。急了，小场面。哎呀，哎呀。我们这样，我们八强要碰马德里竞技，好吧？我们要为曼彻斯特捍卫荣耀，没问题，好吧？可以吧？下次见，没有下次，杨虎再见。呵呵